澳洲学府一般都会在每年的二月开学，所以不少家长会在年底开始为仔女筹谋去澳洲升学和住宿。全澳洲最大地产代理之一 Rayway 今个星期举办的澳洲各大学区现楼巡礼，就一次过搜罗当地墨尔本、悉尼、布里斯本、亚德莱德和珀斯呢五个大学区的现楼和准现楼项目给大家选购。首期只低至19万港元起，买家有机会获得楼价折扣优惠、印花税回赠和租金保障计划等。不单止为家长提供以房养学的工具，亦都同样可以为一批获延长五年签证的毕业生和进修人士节省当地租金开支。透過購置一個物業，一來給小朋友去住，二來可以透過省到的租金收入，或者買一個兩房三房的單位租給同學住的租金收入，還有房產的升值，可以補貼到小朋友留學的一些這樣的費用。因為本身呢，澳洲呢其實佢大學的學生宿舍呢是非常之缺乏的，就好像 Monash 大學咁啦，平均呢每18個學生呢先有一個宿位嘅啫，咁所以好多大學生呢其實去到都係要喺私人市場嗰度去租樓住嘅。而在宿位增多足少的情況之下，投資澳洲大學區周邊物業都有價有市，皆因收租穩定兼且抗跌力強。今次 Rayway 帶嚟的五大精選大學區現樓項目，其中之一是墨尔本市中心的准现楼 Paragon， 属三梯六房的设计，私隐度极高，提供一到三房单位，并且设有五厘的租金保障计划，自住投资两相宜。项目五分钟直达墨尔本大学 RMIT 皇家理工大学，而且去 Monash 大学商学院只是10分钟，去大学区抑或其他地方都方便快捷。因為在幾分鐘的步程裏面，它已經可以 reach 到大家很熟悉的 Melbourne Central、 Queen Victoria Market、 唐人街這些地方，所以是非常中心，同埋佢有自己一個好豪華嘅會所設施啦，咁所以咧喺翻學之餘啦，或者放工之餘啦，其實都會可以喺市中心呢個城市森林入邊咧得到一個放鬆嘅。而位處悉尼大學區的全新現樓屋苑 Urban 就涵蓋一房去到三房單位，可以即買即用即收租，地段同樣優越。 Urban 本身我可以說是最接近悉尼大學的一個住宅屋苑，這個項目除了跟悉尼大學一街之隔，其實去到 UTS 或者附近的一些大型的商場都是一個步行距離，而距離市中心的 Central Station 也都是大概10分鐘的一個步程。至於位處布里斯本 South Brisbane 的摩天豪宅，住户不單止飽覽到市中心的遼闊景緻，將摩天輪景觀盡收眼底，而且同昆士兰科技大学、昆士兰大学亦都只是10分钟车程，而行9分钟又可以去到昆士兰排名第一的 Brisbane State High School 公立高中。今次呢一个项目咧，其实发展商亦都好慷慨啦，其实提供啦接近10% 的楼价折扣，所以我哋咧香港嘅买家咧，今次咧如果选购呢个项目嘅话咧，可以话系可以以9折嘅价钱就入手呢个全新嘅一个喺 South Brisbane 嘅现楼项目。另外，两个位处亚德莱德同珀斯市中心嘅楼盘同样都有特色，邻近当地大学之余，开积都市正实用，兼且有上景露台，俾住户放松身心。对以上大学区盘有兴趣人士，欢迎在今个星期六日来到尖沙咀星光行参加澳洲各大学区现楼巡礼，到时还有以房养学的讲座给大家参加。而如果大家想找其他澳洲大学区的更多笋盘， Rayway 都可以帮你搜罗全澳洲任何城市任何学区的优质靓盘，欢迎光临查询。多望记者黄永瑜报道。